在 SunDaily 2.0 我哋新增咗一个文章修改嘅功能嘅，咁可以让大家自然地去即系见到一啲文章上面嘅错字啊，或者一啲唔顺畅嘅地方，可以帮我哋作出一啲嘅修改嘅。所以其实如果喺大家嘅 Daily 度见到有任何嘅文字嘅错误咧，都可以其实帮我哋一齐去修改翻整篇文章噶。点做法啊？出嚟睇下。好啊，夫子 show 俾阿信睇下。呢一篇文章咧，就有一个错字嘅，就系在床上噶。你喺呢度有个掣，就系揿修改内容。按咗落去之后咧，就可以喺呢度自己打翻噶啦。咦，仲有个字错喎？边度？诶，隔篱咧，馒头个土字啊。哦，馒头个土字。你识唔识写啊？我识打啫。咁 save 咧就点噶啦？唔系窒我啊！唔止添噶，我哋仲有可以寄存好多个版本嘅添噶。嗱，我哋揿呢个版本记录个掣咧，就可以见翻以前所有嘅修改过嘅版本噶啦。仲可以对比版本添，例如我哋对比呢两个版本，你唔留翻俾我讲喎，系咩？唔讲嘅咩？喂，咁仲可以个咩啊？仲可以揿个对比版本俾人睇添，啊，系咁样啦，系，就可以见到个版本有啲咩地方系唔同咗噶啦。嗱 ，Sarah， 依家发现有错字咧，唔使再通知我噶啦，自己直接网上改就可以噶啦。